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丁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星大学啊，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法师讲师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及莲座上啊各个莲位啊诸祖灵及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解啊王禅老祖天威。灵山一会万年灯，我是带着各位的心灵回到灵山玉帝金阙座前啊，参加九大菩萨的会议。这是真实不虚，不是在讲故事啊，这个在阐述维新圣教的法脉因缘。为什么在短短38年，王禅老祖在世间转法轮，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宗教融合百家思想啊，从3块钱起家到现在到未来，那叫三元。三个铜钱的三元易经，三元啊，一个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把握当下，在现在的民国71年到现在109年，短短38年。王禅老祖以3块钱而转法轮，将过去啊这一切的人
万华。啊，到现在的当下性，迈向未来性，这即是人生哎。人生，所以，我送给各位同学都3块钱。啊，3块钱来卜卦。啊，那么3块钱，啊，要做速归。速归里面就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这是《易经》的真禅奥义。人都有过去，都有现在，都有未来，所以道的精髓。查出过去，啊，了解当下，知道未来，这即是人生啊。所以有的十方善信大德，要进入维新正教之前，就起了很大的怀疑。没有信心，我能够知未来吗？我说可以知未来，啊，更可以知道过去。所以过去的就是我们佛家所说的因果律，有现在的果是果，现在的果。必定有以前的因。学习台湾的兵，演播新公庙的仙。啊，以前的因演化到现在的果。现在国出生为男人孙、女人孙，各有因呢，啊，都是喜事重重啊。那未来的国是什么？就看当下性，我们做人的态度啊，修行。坏习惯不要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坏习惯，将过去的所有坏习惯带到现在来，一直萌芽出来，啊，接下去果就随你现在所表现的丝毫不差。所以佛家才有因果律嘛。我今天为什么没这么没有钱？因为我过去生没有种很多的善，积很多的善因缘，所以这一生才这么辛苦，要认真打拼。又不能偏于社会的共识啊，所以这么辛苦。但反过来，我觉得我很幸福哎，有这么多的有缘的同修、弟子、贤士们陪着我一直走下去。走到未来，还是幸福美满呐、啊。
啊，这即是人生嘛。啊，曾经有一位老菩萨，他98岁了，他来到仙佛寺，一直有讨害讨，一直供一下排名，写了下排名，讲到背高到背后要死未去，啊，囝孙那种需要了呀。啊，从你家己伊嘛，安尼嘛爱生活，爱串落，啊，一直是安尼嗨。我在如来园那边看到这位老菩萨前面行那海头那，哎呀，穿大灰。我为啥啊？你穿啥大灰啊？我你甲评评理。啊，佛祖遐尼无慈悲，哦，我今甲98岁要爱做安鬼，啊，我食甲98岁来，要是爱共款，甲人共款串，啊，到底我是犯着什么因果啊？我哈哈大笑。啊，若是各位同学，恁听到，恁要安那？恁要去安慰讲啊，和尚啊，你这运行到什么运？我讲你唔是行什么运，你犯着98岁运，所以你即摆身体个遮歹。啊，老菩萨伊讲，安尼我知啊。啊，我犯着98岁，啊，身体遮个遮歹。啊，这个因果律嘛，一样。我你有什么意见？你要跟我讨论了？讲无啦，我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啊，死去啊，老婆嘛死去啊，囝嘛死去啊，啊，要安葬风水。啊，唔知要找对找哪里找，啊，才能够把它安好。啊，我已经找差不多20年啊。啊，那老我还未死，找到老我死，啊，找到囝死去烧了呀，剩你一个尔。内底的残疾是什么残疾呢？啊，所以这位老菩萨，我知影你一点孝道，看到很多已经往生的祖先，灵骨无位好放，无一个适当的地点好放。所以他也死也不瞑目，所以他就不敢死了啦。啊，所以这位老菩萨，啊，也恭维里面的禅机，他的动作，我都拄在如来园呀，啊，底下的整理环境。我看到这老菩萨的形，对起到咱的500罗汉如来园，遐菩萨的面，所以我悟了，啊，这些老菩萨，也善良心、慈悲愿，啊，就是安尼。所以希望我去甲看伊的风水，祖先的风水。我老菩萨讲，我卖去。我若去的时候，你可能就安尼铁栅就会死翘翘，你就走了。
啊，么老菩萨讲，万一我呐真正死去，啊，你唔知会甲帮忙无？这个又是一个禅机。所以这些老菩萨哈哈大笑，我改天有机会我过来找你。到现在已经20年了，阿伯看见这些老菩萨再没有见过。啊，这都是在道场，任何一个人能具有佛性的显现。也借着因缘来会心会灵啊，这也是三缘起家，过去现在和未来三方缘的真实意啊。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拿到3块钱要卜卦，那已经将整个天机掌握在手上，所以要教各位卜卦啊，你将这个金钱放在书柜里面，书柜上面10天干，下面24节气，24三相，啊，先天、后天，给予我们的一心，给予一生。所以你们卜卦用意是在阐述天机耶。你们卜卦用意摇动三元，已经将我们生存的当下性、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全部在你掌中。所以王禅老祖传这个道给我们，启示我们啊，一切生死全在自我的掌中去运转。那么老祖他手里拿着浮尘，左手拿着天地盘八卦，左掌天地，右施佛力，浮尘就是佛力。我们每一个念头出去，都最少有64个方向，等于64卦。啊，这个人错综复杂的人生，所以老祖叫我们要多用意，凡事皆沾，你就能够趋吉避凶，了然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为过去、现在、未来所束缚，而是超越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请问各位同修，啊，你用意是外道或是内道？你不懂的，
叫做外道。你懂得真禅奥义的，是天道，涵盖人世间的人事物，一切在我们的掌中，了然分明。所以维新圣教从民国71年的7月23日开启蓝天之后，当时我也在蓝天圣门灵台上九龙座前啊，参与九大菩萨的会议，豁然了解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世间的演化千变万化，那如何来面对的超越千变万化，这就是我们来人世间最宝贵的，从苦中得到智慧的，从苦中成就的，成道成佛的也无量数，所以才有修苦行的最后都成就，有如南海观世音菩萨还没成佛之前，他就在祖祖里面修行做苦工啊，有人来给予帮助啊，有病啊，他就将竹子啊切开来，给他沾沾甘露，然后知道众生什么时候有病要来了啊，他就把竹子的甘露拿给众生喝下去了，睡着了，醒过来梦境回来，身体好起来了。这是南海观世音菩萨的威德力耶。台湾祖师他视线的天威也是一样，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指引众生，帮助众生排忧解难。而其中祖师回来之后啊，教我如何来为人止血啊，止血就是道家尊严，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七牛，一口吞进千江水啊，消灾化解，祸不临啊，用手哈着气，将流血的地方一直化一化，一直练这个口诀，好了，血停住了，止血就止血了。这都是神威的功德力呀、祝福各位。这是台湾人民愿我心公庙的
各位维新贤士，据当下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阿弥陀佛。佛在天边，菩萨在眼前，心在里面。啊，这三尊你要找到很困难。佛在天边，好遥远的地方。菩萨在身边，啊，我们也搞不清楚身边哪一位是菩萨。啊，心在里面，心拿不出来。哦，所以这个是禅机啊。王禅老祖的禅啊，那也就是这个本来意。佛是我们的智慧，是几千年来、万年来、无量劫来，我们来到世间所遇到的困难而解决了啊，或是所修行的得到的结果的累积，是佛，佛是智慧，佛不是人啊。菩萨就是佛示现，在道家慈航为人，为菩萨。所以你身边的人都是菩萨，包括自己要肯定自己都是菩萨。菩萨是行者，有形有相的人统称为菩萨。所以菩萨在我们身边，我们去逛街，身边一直跟着你在走的人，不只是他，事实上他也就是菩萨。所以我们要礼敬，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点得头，也是礼敬菩萨。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得这个礼貌，而永远是众生。有如佛教会理事长上面下定大和尚感慨众生的无知啊，说要选举的时候一直动逃，看到人就动，那动真的动假的啊，但是一旦被选上了，众生没有看清楚，以为他这个礼貌投他一票，结果他被提名当选了，就开始头抬起来，目中无人啊，那个好好好啊，就摇头啊。一旦众生有困难要请他帮忙啊，就说的莫言钱呐、啊，拿来再讲。莫言呐、啊，啊，提前来我家。啊，这个是就不好的众生嘛。啊，所以修行道上的朋友，
啊，对于来世间客串为政治工作者的坏习惯，是这样的。啊，到最后姚索连头看也不看。啊，这个是众生相嘛。但是它里面所藏的，就有一尊菩萨在他心中，他不晓得他心脏心里面端坐一尊菩萨，结果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好的习惯的人的行为啊，所以让修行者瞧不起政治政客文的坏习惯。所以这一句话也在提醒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们，既然大家都是唯心，以心为主，以心为王，以心为圣，以心为神，而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把心、佛、菩萨集于一身法身，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不要落入社会的坏习惯，很现实的举动和行为，这样就有失我们的人格。本来人有人格和佛格，结果人格把佛格拉下来了，所以叫做佛和众生是平等的，众生里面有佛性，佛里面也有众生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理解这个真禅奥义啊，才不会走偏了。回顾71年在开启蓝天圣门的过程所遇到的人世间的冷暖，全部在开启蓝天门之后由上而下看得了了分明。争名、争利、针锋相对的，而有如一个锅子里面放了很多蟋蟀，相互的缠斗，非常的可怜。所以老祖师尊啊，叫我们要了解心的伟大。每个心是灵性，心就是灵性，灵性是无形无相，主能意会。所以我们要了解灵性的尊严啊，并不代表人的外表表象啊，但是我们要了解灵性的尊严，不然嗔、贪、嗔、痴三毒之成员，所以不然三毒，灵性都就是清净了啦。所以药师佛
在金阙座前，玉帝座前，啊，提出了药师佛的佛性是清净性。我终于明白药师佛的法义，这人性的清净，人的本心是清净的，无染世间尘。所以我们遇到很多信众大德身体很不好，啊，吃很多药，包括我现在也吃很多药，啊，认为我身体有病，事实上我的病是被贪嗔痴三毒所污染了我的思想，我的细胞，而发生了各种的酸甜苦辣受的病。啊，照照镜子，我以为我很年轻，啊，结果镜子里面所看到的不是我的像，是一位老头子的像。老头子的像后面，啊，就是年轻到现在，啊，一些生活陋习，啊，包括世间的贪嗔痴，影响了我的念头，而渐渐的让我的细胞开始起了各种变化，所以我悟了，人的病是从念头而来，所以药师经，药师佛才开示，病无病，药无药，真病无药医，假病药医不好，药医真病，唯从心念的清净开始修行。我终于悟了，我今天七十八岁，会这么老，也是因为沾满了世间的陋习，让我的细胞全部带住了它的能量，所以才会一直老下来。你看我有老啊？无老啊？那是你无老啦，我感觉我老啊啦。啊，这个就是病，这就是病。所以既然有这个病，我们就要欢喜信受，啊，就干么呢？啊，今天我最大的宝贵就是老年人，我一上啊，啊，过去人家在叫我一上，我心里就开始不舒服。难道我真的有老吗？事实上，所遇到我的十方善心大德，他们本来也都有内在的心连通啊，所以你身边的人就是菩萨了啦，菩萨在身边啦，啊，相互的敬重啊，佛在哪里？佛在天边啊，你拿也拿不到啊，只有用去体验。凡是做到的问心无愧，
好事多做，坏事不做，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啊，我们的心就会很清净。心一清净了，你就是药师佛。所以药师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药师菩萨在哪里？啊，我们自己的身也是药师菩萨的化身。药师菩萨有生老病死，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生老病死，啊，即是药师菩萨哎。而你的灵是什么灵？啊，是 zero 的灵，完全没有的灵。所以灵就是性，人的个性就是灵，灵性灵性，贪得无厌就是灵，很容易动怒，一不高兴气得半死，要跟人家拼。啊，你的嗔性动怒的性是动物性，痴性啊，说话没有智慧，说出来的话只有自己以为对了，啊，其他人你就不管了，你就贪嗔痴嘛，这个每个人都有。非常平等的贪嗔痴三性一体啊，所以各位同学啊，我们要注意啊。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提醒我们，时时用反面的方式提醒来警告我们。你看到人家讨厌的动作，那就是你的老师。啊，我们就不要与他相同的行为和个性和表现方式，这你就是佛的境界嘞。所以佛不是人啊，佛是人的行为的表征。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念佛的你就是佛了，啊，念菩萨的你就是菩萨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佛，成就为佛，时时来唤醒自己，来唤醒身边的人，这不是最宝贵的人生吗？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万法唯心，离开心就不是法。所以有八万四千个法门，事实上算起来有24亿6400局的人的个性，说也说不完。这都是人来世间上最好的老师在身边，所以我们身边的都是菩萨，啊，我们要相互的尊重，相互尊敬，啊，啊，佛在天边，你听到有人在讲佛法。啊，该好做怎么好，怎么做怎么做。若是我们不去做，不拿来作为日常生活的修行依归，那真的就活在天边了。而菩萨在眼前，菩萨就是行者，啊，表现佛智慧的行者。就菩萨，啊，在我们的身边。
啊，只有心啊，心灵你是找不到的啊，只有自己去表现。所以各位同修，佛性、菩萨性、心性，大家把它弄清楚，我相信各位同修啊，你们不是神也是佛，也是菩萨的境界了啦。最高啊，你鼓掌拍手爱走哎，啊，这个是平时啊，我们用在生活上，你的鼓掌很好，啊，在赞叹身边的人，啊，他的一言一行，我们都给他鼓掌，这是给他信心，啊，这个都是。活菩萨啊的慈悲愿，回顾到71年开启蓝天的时候，端坐蓝天门九龙座前，九大菩萨啊从心这里放出光来，然后参透了自己身上每一针都是放无量光普照着从蓝天而降下来的菩萨文啊，照耀着众生，照耀着啊菩萨文他们的心很深啊，所以一片光明海的世界，我才悟到佛经所开示的莲池海会佛、会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莲池海就是芸芸众生法海，会佛、会菩萨、摩诃萨，而共同到达内在心灵大智慧的彼岸，就是九大菩萨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们多念佛，多拜佛啊，你们就可以与佛相印心觉明了啦！啊，这是无上的禅机天机密，愿以此功德来回向，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